女艺人找衣服的时候，发现这个衣服打理很适合，所以我就非常爱求死。那然后呢，今年很重要的一个就是 Onward 它的一个独家的一个发明，就是 ADS 的一个羽绒。因为这个羽绒它做的非常轻薄以外呢，它没有接线。因为以往我们知道穿羽绒服装会穿的有点像米其林或者是最可怕，很不时尚。很想问他们说，你为什么带棉被出门？可是我发现这个更厉害。是吗？到底多厉害？我们来看一下。就是它完全没有任何的接缝。你确定这是羽绒吗？这算是羽绒？可是你知道很多呢。哦，其实是可以保暖的。对，因为羽绒呢，我们知道它会做成的蝴蝶。嗯，对。那为什么要那么做？第一个就是怕跑绒。哦 ，OK OK。去。对。还有就是大裤常穿。跟着插出来，有我真的有遇过，有脸掉毛了。可是他们的这个发明，感觉都不太会有这样的情况。真的耶，好特别啊！可以搭配这个，来瞧瞧，穿穿看。我可以用披的，对不对？可以，你用披的就可以了。有时候大衣披着更时尚。我也是花了一好段时间才适应了什么叫要穿不穿。而且我觉得它每年的这个牌子呢，它就会在颜色上面 ，camel 它会配橘色 ，camel 会配绿色，今年它 camel 配紫色，这样子搭起来我觉得非常好看。对啊，非常的好看，好想照镜子，又没有镜子，特别好看。感觉记者会之后可以好好的来选购一下。它的这个发明是非常非常特别，不只是像这块布料，它连其他的大衣都可以做到这个程度。哦，对，待会儿大家都可以去参观一下。对对对，因为今天我们后。